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中文名字叫什么？我的中文名字是王思正。你有没有英文名字？有，我的英文名字是 Cindy。 你的名字有什么意思？我的名字是思正，就代表思想和正确。我的父母想我有正确的思想。很有意思啊。你学习什么专业？我学习的专业是精算学，主要就是做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作。你喜欢喝什么饮料？我喜欢喝咖啡。我也喜欢喝咖啡。你喜欢去哪里吃饭？我很喜欢吃越南面。你喜欢去哪里吃啊？这里附近有一家挺好的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在找吗？可能吧。你比较喜欢美国还是中国？我比较喜欢美国，我喜欢这里的环境和就是生活的节奏，而且我也喜欢这里的学习模式。你在宿舍住吗？不在，我跟其他人租一个屋子，在学校附近住。你喜欢去海边玩吗？也喜欢的，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常去。你喜欢去学校餐厅吃饭吗？不太喜欢。为什么？比较难吃。比较难吃。好。你看过京剧吗？没有机会看。你去赶快看啊！我 听说希望有机会吧。很有意思啊。你最喜欢看什么节目？我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叫做 Grey's Anatomy， 主要就是说一些医生在医院里的情况和他们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你喜欢打球吗？我不太打球。好，你常去图书馆学习吗？也挺常去的，通常如果有考试的话，我就会在那里学习，因为比较安静，很容易专注。好，谢谢啊。不用。